来到我们的你超大我了 ASMR 挑战，来先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祝我们 CY Production 多多的金主爸爸，耶！今天呢，我们的 ASMR 挑战由我们的金主爸爸 A One 干辣面臭了干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是一个你吵到我啦 ASMR 挑战，由分贝仪来作为输赢的标准，两位玩家都分别吃 A1 干拉面，在游戏开始之前会先选择自己的配菜，配菜分别由蔬菜鸡蛋松董霞，两位猜拳来选择他们的配菜，选择配菜后特权决定由谁先开始，另外则是注意分贝仪的角色，吃的同时只要分贝仪上显示60分贝就得被玩具铁锤惩罚咯。游戏开始前想要购买 A1 干拉面的朋友们可以到 Shopee 购买哦。好啦，现在呢开始我们的游戏，现在我们要先选择我们的配料，那边都是我喜欢吃的，可是你要想哦，你吃啊哦有可能会超过60分贝，不管你吃什么东西超过60分贝要中打，穿这个鞋是给我打的，哎，我觉得是我先打你好不好，你这个吃辣都不行啊，我这边还可以 set 好，一头剪刀布啊布，哪一个是最没有声音呢，反正要赢的话肯定不是那两个，我猜剩下三个我都觉得很吵。Your expect, not my expect. Oh my god! Good luck to me. Sweet talk, 剪刀布。有有布。Yes. 哪个最没有声音啊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。你傻了是不是？那这是什么吗？乌炸手动。你要咬无数次。来，吃手动，吞下去。石头剪刀布。现在我觉得鸡蛋。鸡蛋好。太棒了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他选鸡蛋吗？因为鸡蛋敲开哟。连蛋壳我吃下去。我不信。怎么办？我现在肚子很饿。石头剪刀布。OK， 我们的菜场有些。我这次要真的很专业的看那个分贝仪。所以我不可以拿着这个是不是？当然啦 ，Hello， 是我打你嘞，奇怪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挑战是没有水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它的享受是我的痛苦，所以呢，这个游戏没有水。游戏开始，我们进入 ASMR 环节。所以讲话要小声一点。很好吃的啦。真的有点辣，我看到高分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打这个木棍，是好吃的，可是还是太辣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很辣，哎呀，不要辣，太大声了，高分贝啊。你会被玩游戏的，老板，我就是啊，你会不会懂游戏规则的？不辣了，来，没有很辣。忍耐施主，请忍耐。你一直是辣妹，没有水喝。你知道你自己会被打是不是？这可面没什么多好吃，但是还是辣。大家，我 ASMR 结束，西北辣。各位，看我展现我的实力来了。嗨，你花两个。
道是什么意思，这边录得到的哈。OK， 各位，现在到我了，我来给你们看什么叫做展现实力，什么叫做你有被打的那个镜头。这辣面真的很辣，它的辣很香，很香哈，香到很辣。你这样子讲，我又流口水了。香到很辣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六十啊，多么厉害啊！还没有开始，游戏还没开始，要打正中后打这边。44哦，我就是。哎，恐怕是头是不是？停什么停？继续吃。有六十吗？有没？真的有六十。好好啦，遵守游戏规则。各位，这个啦。六十，打六十啊！真的没？听我讲话吗？没讲话，六十。这个拉面里面呢，好了，进入游戏环节哦。这个拉面里面呢，有很香很香的虾米辣，超好吃。这个辣哦，跟以往的我这个拉面很不一样，很香。有事。就看得出谁是赢家，谁是输家了呢？看得出吧？不是哦，很多时候我应该把四看到六去，因为我这个角度它是 opposite 的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现在才讲出来，就才发现到。你给我打多几回。好了好了，然后我觉得 A1 干拉面呢，它不像韩国之前吃过的那种拉面啊，辣到你感觉隔天肚子会很痛那种，就可能有点不太舒服。但这个的辣是可以让你享受那个辣，哎，刚煮出来的话呢，它就会有一个很脆很脆的虾米，那个是我真的超爱的，就是那种中式辣椒，这虾米辣真的很香很脆。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们挑战什么 ASMR， 欢迎到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，真的蛮正常的嘛。味道很辣是不是？辣，可是是可以接受的辣。其实它是算辣，你第一次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辣，可是你之后吃的话，它是一个很过瘾的辣，应该是这样讲。它是耐辣。我觉得我的形容词比较过瘾的 辣，没有，我的比较好。好了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们什么挑战的话，下面那个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 A1 干拉面，超辣，干辣。Yeah。各位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拜拜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。哈哈哈哈哈哈。